喂，好啦，今日咧就讲一单嘢，咁啊就系咧喺连登见到一篇咁嘅嘢，咁啊许少雄啊，微信啊撩女啊剥网友啊剥衫啊，撩女网友剥衫，想看你的小 XX， 咁啊呢单嘢咧就疑似啦，即系我哋都唔好话即系讲到十足系嘛，咁啊当事人都即系澄清就话冇呢件咁嘅事，俾人老屈。啊咁啊，許少雄啦，咁 Ben 史雄係邊個咧？咁啊，即係講少少背景啦。其實咧，許少雄咧係名門望族嚟嘅，啊，即係你唔覺嘅，真係啊，冇人知佢係名門望族。佢係咩名門望族咧？啊，呢度有寫嘅。咁啊，你睇佢維基咧，其實咧佢係廣州啊許氏家族啊，齊太公啊許應攜啊，唔知有冇讀錯個嗰個字啊？官居一品啊，曾任总督啊，哇咁好巴闭喎，一品喎、啊，仲要系总督喎、啊，吓、啊、即系等于我谂总督系咪即系等于一个地方嘅即系一个特首咁样嘅咧？即系当其时啊，即系佢老豆唔系佢太公系做特首啊，系嘛？即系喺广州嗰边啊，咁所以咁佢流落嚟嗰个血统啊。可以稱之為 blue blood 噶啦，真係即係嗰個家族上邊係有啲威望嘅。好啦，喂，咁啊即係講少少背景啦，係咪？即係同埋佢亦都拍過好多電影啦，主要都係做綠葉為主嘅。而我咧自己本人啦，我自己啦睇過佢做戲咧，咁其實根本就係好有演技嘅。啊，你話佢攞視帝啊嗰啲係有可能攞到嘅，基本上。啊！如果你俾套電影佢擔，唔係俾套電視劇佢擔正嘅話，咁啊許少雄係一個我覺得實力派嘅演員嚟嘅，好明顯嘅啦。喂，好啦，今次呢單嘢咧，所以嗱，即係我哋咧點解睇睇背景咧，就睇下佢嗰個人嗰個信用程度啊，即係本身嗰個人會唔會話有啲作奸犯科啊，或者個背景唔乾淨啊？咁當然咧，即係佢乾淨嘅背景，仍然有人係會犯錯噶嘛，同埋。今次件事是不是錯得很離譜呢？咁我哋睇睇啦嚇。咁啊，佢都七十歲噶啦，咁啊有即係結咗婚27年，有一個22歲嘅女，咁啊城中嘅好爸爸，戲圈中嘅好爸爸，咁又即係有個即係人啦，又爆料啦嚇，就應該我相信咧，佢同許少雄咧嗱，假設依個新聞咧，即係個來源係真實嘅話咧，就應該係嗰個女仔咧就係識嘅，同依個許少雄識嘅。跟住咧就同佢咧就傾咗啲嘢咁樣，咁啊當中咧就充滿呢啲情慾對話，咁我哋睇下個情慾對話係點樣嘅。咁啊嗱，咁因為呢個 sources 咧都有啲誹惑嘅，因為呢個女仔你揾唔到啦，啊呢個女人，咁但係佢淨係單方面咧就發出呢、這個即係佢 cap 翻嚟嘅圖，但係佢 cap 翻嚟呢個圖咧，咁啊象徵度咧好高嘅，嚇、啊、即係我唔可以話到佢哇一定係真啦，係咪？咁我又唔可以話佢完全假。咁啊，所以今日先開一集嚟分析一下真定假嚇、啊，即係娛樂圈啲嘢咧就係真真假假嘅，就係因為佢真真假假咧，先有嗰個嘅討論嘅空間，先能夠咧炒興個 topic 嚇。咁啊，同埋我會加少少事後分析啦，究竟阿許少雄經過呢單嘢之後會有咩事情發生咧，或者有咩變化咧咁樣。嗱、啊，好啦，首先咧佢嗰個 cap 圖係咁樣嘅。嗱，你見到啦，清晰見到咧許少雄三個字嘅，啊，即係嗰、那個即係佢，即係嗰、那個啊，即係嗰個人名啦，啊，那個 WeChat 嗰個人名啦，啊，4月27號嘅，即係上個月嘅事嚟嘅，或、啊、者安心事件播幾耐之後啦，咁啊嗰個女人咧就話：喂，拍個照片我看看，跟住好嗎？就普通的照片，咁啊應該內地人嚟噶啦，你見到簡體字咁樣，跟住咧阿許少雄嗱，依、這個就許少雄嗰、那個即係嗰張嗰個乜頭啦，係咪？跟住咧就有句對話啦，咁我哋唔可以話佢完全係一個許少雄嚟噶，因為點解咧？呢啲咁嘅嘢係可以偽造嘅，因為依張相佢可以攞阿許少雄嗰張相做一個 account 出嚟都仲得噶嘛，不過我哋即管睇埋落去。喂，我想看你沒衣服的，咁呢啲説話咧就留心啊，比較內地少少嘅，我自己覺得。咁啊
即係我嗱咁，我哋識許少雄一個廣東人嚟噶嘛嚇，佢會唔會用呢啲咁書面或者係咁大陸嘅説話咧？咁樣我自己覺得未必嘅，即係佢未必用啲咁大陸，有機會作假啦，就係、是、呢個位就係、是、跟住啦，嗰、那個人就，但係呢個繁體字嚟嘅，啊留心呢個繁體字嚟嘅。OK， 跟住呢個咧，反而咧個女人就用繁體簡體字啦。喂，你在酒店嗎？是的，啊跟住許少雄答啦嚇。啊跟住咁啊，即係個女人就話，就問啦：喂，你助理咧沒有咁樣？好啦，跟住咧咁啊，許少雄咧其中一句咧就好爆炸啦！喂，我想看你的小嘟嘟好嗎？咁啊，小嘟嘟係咩咧？應該係小妹妹。後來咧，啲人揾得翻咧，佢即係啲記者打咗架啊嘛。其實咧就唔中意打架，係小妹妹好嗎？咁樣小妹妹即係咩閪咯嚇？想睇你個閪咯嚇！即係如果廣東俗語就咁講啦，咁好啦，咁、那個女人咧就話：喂，你拍一個上身，我看看好嗎？咁啊，許少雄咧就影咗自己個樣出嚟，咁樣，咁啊，應該係咧嗱，佢又係插咗三個字嘅，你的小雞雞，唔係 ，sorry， 唔係小雞雞，你的小妹妹，咪一啲好抵死嘅，估嗰個小乜乜咧係咩嚟？啊，即係咧。即係淨係見到個小字，但係小乜乜咧咁樣，啲人作落去就小雞雞，就唔應該唔係小雞雞，應該係小妹妹啊。係啦，咁樣就嗱，咁呢度有張縮圖啦，咁呢度咧就疑似有條影片嘅啊。咁咧酒店啦，後邊有即係個背景就係酒店嚟嘅，即係同一個位嚟嘅啊，即係咧。嗱，咁啊，依張縮圖啦，應該咧佢就係個位就冇轉嘅，純粹咧就係影住自己咁樣嘅，即係佢亦都發咗條片俾嗰條女嘅，嚇就咁樣。咁但係依張截圖咧就即係好明顯係啱嘅，即係同一間酒店嚟嘅係，嚇，但係會唔會嗱，即係如果我話依啲嘢作假咧，好簡單嘅啫，佢。可能即係佢 cap 咗阿許少雄一啲資料，係嘛？可能酒店啊啲影片，可能真係有一條咁嘅片嘅，可能佢喺佢嘅唔知邊度，可能朋友圈嗰度發放過呢啲咁嘅圖片，咁咪砌出嚟咯，佢咪係嘛？咁咪即係整一張圖，跟住又整一條片咁樣咯，啊，咁樣咯。好啦，跟住咧睇翻許少雄嗰個 WeChat account 啦，咁咪 ban 私虛啦。許少雄啦，啊，咁啊，即係朋友圈嗰度咧，亦都有佢咧 ，TVB 啊，即係一啲宣傳啊，啊，仲有個 Yahoo 嘅唔知乜鬼嘢啦，即係可能有啲佢啲活動嘅一啲嘅生活照啦，嗱、啊、咁樣嘅，啊，咁啊後來咧仲即係補多張嘅，唔知啲人揾到咧就係嗰、那個即係咧揾到嗰個許少雄嗰個 account 咧，的而且確咧好似係差唔多咁樣嘅。咁啊，不過仲要多咗句咧，就係嗰個喺西貢度住嘅。咁啊，許少雄咧的而且確咧喺以前一啲節目上邊咧係講過佢自己住白沙灣嘅。白沙灣咧，大家咧如果唔知咧，其實就喺西貢嗰邊嘅。啊，地圖都揾埋俾大家啊，白沙灣喺邊度咧？就喺度嘅。白沙灣、啊、正正就喺西貢嗰度嘅啊。咁呢度當然冇show佢嗰個地區名啦，佢依一張就冇啊。我揾一揾先，佢有張咧就show埋出嚟嘅呢度。許少雄地區啊，西貢區香港啊，咁樣嘅。喂，好啦，咁啊，所以咧。嗱，依個我相信依個係真 account 嚟嘅，因為嗱西貢區啦，許少雄，因為好難做噶咯喎，有啲嘢，你譬如你，我譬如我做鳩佢，阿最高做鳩個許少雄，即係揾單流嘢咁樣，係嘛？咁我咪即係做個假 account 咯，會唔會假到咁齊全啊？連西貢區都做埋，係嘛？通常可能佢得罪啲內地人，咁咪。可能個內地區噶嘛，係嘛？內地嘅地區噶嘛，會唔會做到咁像真咧？咁呢個都幾有趣啊！但唔排除嘅，因為可能真係如果真係有個兇手嘅話咧，我相信係熟人嚟嘅啊。
係，即係明顯啲啦，就見到許少雄嗰個應該係佢真實 account 嚟嘅，我相信係。Bass 去西貢區香港，嗱，但係咁樣嘅嗱，即係我哋要判別真假咧，就好古惑嘅呢個 post。嗱，呢度寫住許少雄，係咪？許少雄，嗱，咁啊，呢張咧獨立出嚟噶嘛？咁譬如如果佢影過佢個 account 嗰陣時咧，就獨立出嚟噶嘛？唔排除就係呢一張係真嘅喎。即係我哋最底呢一張咧，許少雄 Bass 虛咧，呢張係真嘅喎。但係頭嗰三張咧就係假嘅，即係一個假 account 咧做出嚟嘅，因為好易做嘅就真係，如果真係做個假 account，我 cap 啊真嗰張許少雄嗰張相出嚟，跟住將嗰個 account 名咧就改為許少雄，跟住咧就講嘢咯，咁咪兩部手機自己同自己講嘢咯。所以你話喂佢會唔會造假咧？有咁嘅可能性所以咧呢壇嘢咧，我唔敢跟車太貼啦即係許少雄都話冇啦咁我只能夠用疑似啦咁樣。喂，好啦，睇翻佢嗰個為人啦，同埋佢嗰個佢自己本身嗰個嘅答法啦，即係佢點樣去同啲傳媒講咧咁樣呢度有寫嘅咁啊，即係啲東網記者就問佢啦，喂。許少雄就話啦："喂，呢、這個唔係事實，我覺得咧係網絡強姦咯。"跟住東網就話："喂，但有個樣喎，頭像係你喎。"跟住許少雄就話啦："喂，而家科技發達，點都做得出嚟啦。"跟東網就話啦："喂，情慾對話好大膽。"跟住佢就話啦："喂，我都有頭有面，有人識嘅，點會啊咁大膽啊咁樣同人哋講呢啲嘢咧？更何況啊，我有心無力。"早前石修啊，先同我講啊，佢話網上啊有一段留言啊，話佢啊同老婆離婚啊，同助手有染啊，好離譜咯！我當然唔信。其實啊，網絡上嘅嘢啊唔可以盡信嘅。我覺得而家好似啊燒到埋嚟喺我度咁樣。跟住東網就問佢："喂，你係咪得罪咗人啊？"許就話啦："喂，我哋點會得罪人啦？喺內地做嘢，最多咪滿足晒。"咪滿足唔曬啲人埋嚟影相啫。如果要全部人啊都影合照啊，我哋唔使走啦。咁算唔算得罪人呢？咁樣好啦，咁啊，即係許少雄咧就澄清就話冇嘅。好啦，咁啊，即係呢單咧就疑似啦就唔好講咁實。咁啊，即係咧咁好多連登咧就即係做一個嘅偵探啦，係咪？咁我哋即管睇下啲連登嘅人點講啦。咁啊，啲人開始 cap 圖啦，開始即係笑鳩佢啦，開始咁啊，即係有啲人係信嘅，即係信呢樣嘢嘅。咁我唔講信唔信先啦，因為好難分啊，真係好難分啊，我自己都覺得好難分。因為嗰張幾張圖係好真嘅，講真，我睇落去都覺得好真嘅即係嗱，我因為咁樣啦，我分兩個 version 去講。上帝係不會擲骰子嘅，假設佢有做同埋假設佢冇做啦，好冇？嗱，如果佢有做嘅，我覺得唔係啲咩大問題嚟嘅，即係佢自己一個私聊，即係佢同一個女人嘅私聊，咁啊即係年紀咁大啦，咁你話得唔得咧？仲得嘅，70歲仲得嘅，咁啊，即係可能佢有一啲叫做一啲霧水情緣啦，係咪？咁啊，即係可能結咗咁耐婚，可能。你話廿幾年結咗咁耐婚，你話冇嘅，即係中間冇一啲咁嘅情緣，即係身為一個點講好啊，都叫做以前都係名門望族啊，係咪？即係有啲家底嘅人啦，係咪？你話喂，有時 dry dry 地起上嚟係嘛？即係可能都會出去玩下，唔出奇嘅。我自己覺得唔出奇嘅，即係但係應該就會會玩得好醒咯，即係以許少雄嗰個 level， 我覺得佢玩得好醒嘅，應該就會玩得好醒，因為你見到佢都係冇乜緋聞呢啲咁嘅嘢嘅，點解突然之間會爆一單咁嘅嘢咧？佢會唔會咁唔小心咧？這個我都覺得係有少少問題嘅。但假設佢真係唔出奇啦，真係今次失手啦，真係走去撩女啦咁樣。即係我自己覺得小事嚟嘅，好小事嚟嘅啫，即係唔會話點影響佢嘅。首先佢有家底先啦，第二即係佢綠葉嚟嘅啫，唔係咩主角咁樣。咁第三我自己覺得佢嘅策法都 OK 嘅，
佢而家啦，即係佢話啊，我唔係啊，呢壇嘢，喂，我使鬼做呢啲嘢啊？啊，佢仲有一招好絕喎，仲話自己唔撚得喎，啊，舉唔起頭喎，哇，依下嘢厲害喎，話自己舉唔起頭喎，係嘛？咁啊，喂，真係即係依句都敢夠膽認喎，大佬，一個男人認自己唔得咧，其實係即係當眾咁樣認咧，其實係幾冇尊嚴嘅。啊！即係佢，唉，咁都認咗，係嘛？咁咪，唉，算啦，當你贏啦，真係。咁咪所以即係佢又唔認啦，係咪？咁即係當佢真係冇咯，嚇、啊！但假設有，我自己覺得都唔係啲咩大問題嚟嘅，啊！即係假設有啦，嚇、啊、咁樣嚇、啊。喂，假設冇啦，咁樣啊，咁啊真係俾人害咯，嚇、啊！即係每個明星都好啦，即係、其實都有嘅，其實不嬲都有嘅，有幾個亞視嘅明星啦，定係唔知唔紅嗰啲明星咧，成日俾人咧攞咗張圖咧做個 WeChat account 咧攞嚟溝女嘅，啊，即係攞嚟呃女啊、溝女啊、呃錢咁樣嘅，唔排除呢個 account 就係、是、咯，即係攞許少雄個樣嚟呃錢，係嘛？即係但係並非真正嘅許少雄咯，係嘛？唔出奇。啊、即係兩個 version 都有咁可能性。好啦，睇下嗰啲即係連登神探講咩啦。佢話：喂，用真名點兜咁啊？即係真名呢樣嘢咧，就即係、可以改噶嘛個名字、啊、我唔知 WeChat 個制度啦，可唔可以撞名呢樣嘢啊？嚇，呢個我唔好清楚。啊、所以呢一點咧就即係有啲難兜嘅嚇，係、啊、啦，即係係啦，有機會咧，好似啲網講話，喂，俾人盜用咗個名呃人，係啦，有時係咁樣嘅喎，即係可能佢啊，佢個名，佢個 WeChat 咁樣，可能佢即係俾人。即係盜用咗可能同一個名啦，我唔知啦嚇、啊，或者佢可能佢用英文名嘅，佢嗰個本身個 WeChat 咁佢俾人盜用咗個中文名嚇嚟呃錢唔出奇。但係如果喂，如果你傾向咧，即係信佢係有咧，咁一切都其實比較容易解釋嘅，即係嗰個 account 係真係佢咯，佢真係有講過啲咁嘅嘢咯。啊，咁啊會唔會唔係本人咧？咁樣嚇？啊啊，咁啊啲人話佢係即係假噶啦，即係呢篇嘢，咁佢又話係假噶啦。咁係啦，喂，咁仲有一樣嘢嘅，咁佢其實咧係幫呢個神盾咧一個海狗丸咧去代言嘅。其實呢壇嘢咧，咁啊變相咧，除咗整紅咗阿許少雄啦，因為呢壇嘢又唔係啲好嚴重嘅嘢嚟嘅，我自己覺得嚇、啊，因為佢冇片啊，嚇、啊，即係你都謠傳啫，同埋佢否認咗啊嘛。啊，佢同呢個安心事件咧最大嘅差別咧就係、是。首先對手是無名無姓，即是那條女是無名無姓的、啊、有機會是作假的，所以人們不敢盡信，這是第一、啊、第二就沒有片、啊、沒有真相了，結果就所以是謠傳的，所以你說真實對那個藝人的影響呢其實極少的、啊、除非你有曬片啊，這樣啊另計咁啊，同埋佢幫嗰個海狗丸啊壯陽噶嘛，賣告白噶嘛，係嘛？咁啊順道啊幫埋呢個神盾海狗丸啊嚇。咁啊，呢個係仕途行者啦，應該係相信其中一個劇照嚟嘅。咁嗰陣時都覺得佢好好戲噶啦，即係嗱，所以呢個另一個賣點就係、是，喂許少雄而家講嘅嘢，你都不能夠盡信喎，佢戲子嚟喎，大佬，佢話冇係咪即係有咧？係嘛？呢個真係我都分唔到喎。是吧，即他又說到似層層，喂，是的，他名門望族來的嘛，我使不使做這些事情啊，啊，還有即我有名有姓的嘛，啊，我即是我做出來，哇，被你拍到那怎麼辦啊，這樣。所以藝人都很小心的，啊，如果你說看他背景好像 Edison 那麼花那樣，喂，那我們一定會相信啦，是吧，但他的背景又真的不是很花的，啊，但你說會不會有些事發生呢，因為你想想一個即係有錢佬，有時可能間唔中一劑半劑俾人揭到都唔出奇啦。嗰陣時阿陶傑都俾人揭過啦，係咪？啊，你估唔到㗎，係嘛？即係有時啲嘢啊失手咁樣咯，嚇、啊。
小咩先得㗎？可能想睇佢嘅小朋友咧，應該係小妹妹啦，俾人 cap 到咧有張圖嘅。咁我睇下揾唔揾得翻先。喺度啊，喺度有張。我好想看你的小妹妹好嗎？你拍一個上身我看看好嗎？你的小妹妹嗱，呢度呢張就唔知點解去咗格仔嘅嚇，咁有趣喎。咁啊，佢有個女嘅，咁個女都幾靚女嘅。咁啊，據說好似都過咗去新加坡定居定乜差嘢㗎啦。咁啊，啲網友咧就開心改圖啦嚇。嗱，西貢區嗱，寫咗西貢區嘅。嗱，咁我睇完個 post 咧，咁啊，據說咧，咁啊，嗱，據說嘅咋，唔知係咪啊？咁又係啲網上啲留言。話咧有記者對過咧，好似係真嘅喎呢個 account 堅嘅喎，啊咁啊，所以咧得一個辯，即係得一個嗱，即係得一個咧可以幫到佢嘅解釋咧，就係、是、嗱，如果真係幫許少雄嘅話嚇嚇、啊，就係、是、咧呢幾張係假嘅，個但係個 account 係真嘅，即係最尾張圖係真嘅，啊咁啊整鬼佢嘅啫，純粹係即係佢 cap 咗真嗰張圖，跟住咧混合啲假圖上去，啊咁啊屈鳩許少雄。啊，就咁樣咯，啊，咁啊，我覺得一件小事啦，咁啊，同埋藝人嘅策法都正確嘅，我如果比在我啦，我係即係而家鬧嗰啲咁嘅安心事件鬧得咁撚黐線，我打死都唔撚認。如果係我係許少雄啊，我做過嘅話啊，如果啊，我係打撚死都唔認嘅，因為根據嘅過往嘅即係娛樂圈嘅事蹟咧，你唔認就冇事噶啦。你唔認就冇事噶啦，因為佢冇證冇據啊，到而家依一刻都係，即係冇，我意思即係話冇一個好強烈嘅證據啊，啊，因為憑依啲圖咧，有機會係啦，科技嘅嘢，喂，可以做假噶嘛，即係咁樣，啊，但我自己個人啦，嗱，真係我自己啦，嚇，我覺得六成真嘅，啊，我唔敢金車太跌啊，可能過兩日又有啲新料爆出啦，嚇，就係咁樣，咁樣嚇。所以彈嘢都得意嘅嚇，咁啊應該就炒唔興噶啦，即係又係過兩日就冇事噶啦，呢啲嘢就啊同埋好小事啫，我自己覺得就啊坦白講，喂一個名門望族，喂出去玩下嘢係嘛？出去叫做逢場作興，好撚平常啫。啊，使唔使問過你記者咧？係嘛？即係咁樣咯。如果有啲霸氣嘅話，就唔撚驚嘅啊。但係冇辦法啦，又係啦，走好男人路線咁啊，都要即係都要歸縮下嘅嚇，都要忍一忍嘅。同埋佢，你睇翻佢做戲嗰陣時都幾有霸氣嘅，所以咧，你基本上佢你唔排除佢係有依一面嘅，即係有一種鹹濕嘅一面啦，係咪？咁要鹹濕好撚正常啦，係咪？女都生埋啦，唔鹹濕係嘛？即係呢個唔出奇啦，係嘛？我自己覺得。咁啊，許少雄咧，咁啊依單嘢，咁啊大家覺得真定假咧？咁樣嚇，咁啊不妨可以留言一下嘅。喂，好啦，今日講住咁多啦。如果借咧啊，如果你愛情好多問題阻力嘅，email俾我啦。上翻 D game 咧，咁亦都可以做翻個 plan。多謝收聽。